我已将沈弟秀给了遗嘱，要是你敢对付嘉欣，我马上签字，我们两天争不停。嘉欣就继承了所有的遗产吗？命中注定奶奶重孙媳无极限，空降职位还搞集体霸凌。放心吧，我绝对会把嘉欣当亲孙女一样看待，不会让她受半点委屈的。陆版命中注定太后专门护刘雪华，这回成了最宠孙媳妇的珍珠奶奶。你妈呀，回来了。赶紧上楼上把那个主卧给清出来。太好了，我一直觉得我租赁房太小了，我早想是给你住的。是谁啊？是给新一个嘉欣住的。谁是嘉欣啊？孙媳妇儿，孙媳妇儿。嘉欣闪婚后又闪孕，奶奶想当太奶又更糟了。燕窝发好以后要小火慢炖啊。平常根本不进厨房，现在为了宝贝孙媳妇儿来当监工，我怀孕的时候都没有对我这么好。是不是金妈？好了，这些我做好的记号啊，你就慢慢的，这给嘉欣吃。哟，啊，这么多呀？我就请了一个董事长特助，级别在你之上，以后公司大小事情光你通过是不行的。什么？林嘉欣，她年纪大了，她身为你的妻子。是不是应该给他一个机会，让他学着怎么去协助我们呢？来！哎呀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背着我都在对嘉欣做了什么，我已将沈弟秀给了遗嘱。要是你敢对付嘉欣，我马上签字，咱们两个一争，嘉欣就继承了所有的遗产吗？奶奶，别怀疑。是个原有性的人，知道吗？知道。是你最乖了，奶奶最疼你了。奶奶，您真的要把这么大一间公司的决策交给我吗？可我真的不会啊。你担心什么？你不会的，诗意都会啊。我今天有个饭局，不用带饭。我回来了。喂，我怎么吃饭啊？你这么大个人了，开饭吧。喏，这么